大树人的意思。到什么游戏？路人游戏，教你如何成为路人。哇，我的父亲因赌博欠下靠儿债，哦，就我要打工还债啊，哇，这么多的嘞。迷失夜色，哇，这么多，是很sad的故事吧？剧本待定，剧本待定，啥钱？你看这是还没有出吧？还这个钱了 ，destiny。小智，你家在我们这里欠钱，你心里有数。你以为你爸跑了？你不回小金招式就变还了，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我还来找我，王八蛋！我还要 send 我，提到你妹妹就不装死了。放心，我们是文明讨债，只要你现在把10000块钱还了，什么都好说。不如选别的，我不要还，我要换电话。知道你一时半会拿不出，我给公司申请，给你一个月时间筹钱，每天送你100。哇，每天送100，瑶瑶，你们敢碰瑶瑶？我特么的，哈哈，你敢说真的？把钱还上是什么鬼啊？不懂哎，很可爱。债主没有债放，小心给瑶瑶打电话。啊，哥，我是瑶瑶。哦，我在诊所给您接。哇，还有语音哎，还会讲话，慌慌张张的。那我，哦，我在进药啊。是你那几个追债的最近有来骚扰你吗？啊？哦，你说那些人啊？自从上次的瑶瑶说到这似乎不能出去，你别这么说，只能怪那个赌鬼，只能怪那个。你听到他提起笑不明的父亲时还是很生气。那我要去搬砖了。那你最近还好吗？好着呢。圣体棒背刺麦蛙像什么意思？鬼哦，人体特征就我选什么也会影响到的。倒是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像我选那个鬼点子多，我不是变很聪明了？不会的，所以这游戏是开始了，没有开始了吧？我在做，我就进城去找你。这是一个小说型游戏吗？不知道，看起来我也没有玩过啊。哈哈哈，好，我妹妹这么懂事，以后也不知道哪个饺子那么福气。这个吧，哦。真的是这样子选的，你鬼的！但是我，我选我自己。你起开，你起开，请52号病人到。哎，妈妈已经好了。哦，他在医院。药不跟你说了。对了，别忘了我说的。我说的什么？努力工作嘛，啊，努力，就选哪个就努力。德智瑶瑶安然无恙，好吧。这是选性格吗？对。有的玩了，哇！有什么？可以给钱多少？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什么鬼？一秒就结束了游戏。OK， bye， 玩完了。这就是我的人生，就是一下子给说走。万物皆浮云，只要什么好心情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懂啊？我在 Destiny 吗？你要过马路？什么情绪？哦，还有情绪的，可通过打篮球让自己自信，可通过吃甜食让自己开心，可通过打气球让自己平静。哦，还要吃好吃饱。嗯。那我去哪里找工啊？用一个月时间抽过，我一个月时间被撞死，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撞我？我们在旁边呢。你这么一直跑不去马路，哪里有？别守人了，哇，什么鬼呀、啊？我要找你找工作。鬼呀、啊！这么危险的，又不这个人又挡着我，我走出去又给他撞。靓仔住店吗？靓仔住店吗？你刚下车，一个拿着牌子的妇女向你走来。靓仔住店吗？人生地不熟的我摆摆手，想要拒绝。考虑一下吧，你。我睡大街，好吧。开什么玩笑？这天气睡大街，容易生病的。旅店大妈。这样吧，看你是新来的，今晚给你免费留一个床位。如果你有钱。对。像我总要地方睡觉了，多人间。虽然环境恶劣，但住在这里至少不会感冒和被盗。哦，住在外面会被盗了。哪一个？这个吧，没有钱嘛。不要再
变。那你什么整洁度？这是我吗？我好黑呀、啊！你这样啊？那个破旧的智能手机难以用来娱乐，王者都打不到 ，so sad。由此凭证，夜间即可自由入住。不要再称为一面挡挡。灭刀。对，物特征。储蓄者。哦，就刚刚选的咯，你看，自动获得10%。不要犯罪，不要犯罪，不要犯罪。然后？然后，哦，招募，怎么按啊？人力资源常有此需，这是什么可以买的？你要找工了吗？不要再叹为，你要吃食物了吗？6元一套，那一块。我现在身上没有钱了，是吗？51块。51块，哇，我穷了吧我。你要一天给100块呢？你好，我去搬砖了。你要去卫车装石比较快一点呢。对呀、啊，一了百了。你好，职业技能培训，了解一下吧。培训李雨然，我们是公益性质的职业培训机构。哦，做工应该是给我选吧。有厨师、焊工、汽修这些课程，这些技能职业用工需求很大，待遇也不错。做什么？我没有钱。我们是由政府补贴的，考试合格后能拿到奖学金，基本上可以抵消课程的费用。有兴趣的话，做一下入学测试题，好吧？我哇，等一下！一加一要加二，不行！侮辱我的智商！等一下是什么意思？一减二不行，应该。一个三角形砍去一个角还是很多，两个角啊，是侮辱我智商吗？为什么一个三角形扣了一个角？哎，不止一个三角形，砍去一个角，一二三，还有四个角。你又知道怎么砍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试看来砍看哦。不是咩？一个三角形嘛，你看三角形。Day two， 恭喜，92错，你看这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不知道的意思。哦，此为2020年某电子厂招工真题耶，真的是这样子的嘞，又有48%人不及格。嗯、啊，你也不知道代表我是正常的吧？那我可以打工喽，上聘去，真的呗？一个垃圾桶。哦哦，你看，写着许多，查看。洗车，我可以按的嘛。装扮玩偶是什么鬼？44一个小时，70元一个小时电焊工，哇，好惨哦！我想要做这个，工作暂时还未解锁。对对对。他这样子叫我不是玩一个月吗？对。那你？你要玩一个月的时间。这是的 sim 吧？我那是走过来的。小伙子。中介，这个是大妈，这看起来像黑社会的，去卖的吧？在上面的日记。为什么他的照片跟他的样子不一样？现在没继续哦。如果要在一个月内筹够10000，哇，那你可能筹到哦。做热结工，我也要去做热结工。这上面的工作都是当天可以拿到钱的。OK， 我很中国的语音，好像只有班长。其他工作都是好感，为什么还有其他工作会加好感呢？你神，我通知你，因为我很礼貌吧。哎呦，班长，5个小时，5小时一班10万元，小心受伤。红色是什么？不能够用。不知道，可以吧？5小时工，可是没有写钱的。这个呢？临时工大件班，哇，每件货物150元起，高危。贵，哇，很 make sense， 就可以选这个吧了，可能是试玩的关系吧。做手粘土，手动模式可获取，哦，还有自动的吗？花费5个小时，好像玩的 Sims 这样子。哒，我去搬砖了。看到没？对啊，那 WSCF 翻起，在搬砖后按 F 放下。哇，还有20元，每次可搬运20块啊！搬去哪里？自己搬去。啊，这样的吗？每次可搬2块，还要两个的去2块，啊、10个的去那边。哇，这个好像玩。
我这个奥特你已经发了十二十个有吗？完了没有，还有直接放这个十个两个啊，我这样啊，哎，可以放两次。哎，你放啊，不可以的哦。买，现在没有时间了。我完成了。啊，快点过去放。基础工时间五个小时，够得整十块。你有九块钱今天。哇，我好惨。看了几个小时找到了工头，他不会扣我钱的吧，扔了一点皱巴巴的零钱，少了三十块，我要给我礼貌一点，犹豫一点啊。哼，你新来的吧，咱们这儿的规矩第一次。他欺负我，我可以打他吗？而且你才干一个班，抽你三十算便宜你，凭什么？老子定的规矩你他妈找死是吧？哎呀！哦，愤怒加五十五，怎么办？还要拿我？喂喂喂喂喂喂！等一下，我好惨啊！我真的好惨。你是 nobody， 你要记得。何以摸 ？You are nobody。啊！给我这么 sad 的音乐，然后你就被车撞死。我就被车撞死。哇，还有歌厅，然后就没有了。不是吧？就是想要跟你说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么难的，每个人都会被车撞死。那我还要进医院花钱。只剩迷途，住宿免费上了。因为我的名叫大多数。喂，好听，好听。喂，万事皆福，遇到星星，接电话，马上记得还钱，我还得起吗？哦，还有，好了，还有22.1块，吃饭。还好我住的是没有那种什么丢钱，散发出恶心的气味。靓仔，醒了，我都还没有进去。昨晚睡得怎么样呀？哇，你都已经睡醒了，这是第二天呐。是吗？可是我刚刚都没有选哦。那是第二天。睡得还行，一定要这样子，是被人要做个有礼貌的人。莫文江啊，那个什么，有几个王八蛋，王八蛋，他理解的眼神。来这里工作，还是随时要小心。我打死就不行了，要受得了委屈。那我会做成的，我会变成坏人吗？我好奇耶。你的仇恨就会加五十。思康，人力市场已经开门了，了你现在去还来得及。我打小就喜欢有仇报仇。对了。晚上你还住这里吗？反正千万别睡大街上。我还可以跟我讲，如果心情不好可以去公园逛逛。好，我订间房铺了。哎，不了，哪里有钱呢、啊、自己我马上就睡着吧。接到任务去公园逛逛。哦，因为我 生气了。出道大神呢？你不点的、哦、What's that？ 身上有衣裳，躺下有张床，任对方口沫横飞，保内心毫无波澜，不是主流成功途径，只求凭快乐一生。解锁条件累积三天，拥有现金。哦，就是你要解锁这个出道大神，奋斗青年，前途无量，一技之长，烈有小成。那我最高的是烈有小成罢了。其实我现在的目标是变成这个，哦，再变成这个。你还有在下的吧？没有解锁吧？看了哦，有我没有看了。去公园逛逛，然后去这里。啊、去公园，哇，好大哦！那就公园吧。狗狗，可以要只狗吧？摸一摸。啊，然后呢？我要什么呢？然后你明天就给他吃十块钱的食物了。太狼啊！哇，摸一摸也是好的吗？这是我们有歌词的，是什么鬼？这个唱的，哎，看得好。南方的秋意，我现在看谁都不顺眼。这是什么鬼？五言一句获胜，可获的五十元，要不要试看？对。哈哈，哇，
难了，五言一句，我不会下棋呢。你怎么样了？现在要赢。哦，这是我哦，我要死啊！因为这个走前来我就死。那我怎样？对，和局算输。Oh no, you are almost there. 不会吧？Oh no! What are you doing? What are you doing? 你昨天不是被他这样刺了吗 ？Stop! 那我呢？那你就……他这个要毒死我嘞！我把这个走下来，我走上来，可以吧？这个走完这边。No, you cannot move anymore. 啊！他讲你以为我蠢的？哎，我要露营。然后你走下边，他又走了上来。我这个去治你毒他。你的兵应该走。先刺掉他这个，先刺掉这个兵应该走。哎。你把这个刺掉我啊！我应该走着你。哎。我要露营。我直接来这里啊，他就死啊，不是吗？他这样可以飞出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你有听过那首江江江江？不能吧，江江也可以飞出来的。对啊，就走上来了哦。哎，就走一旁，走去右边哦，走去左边。试看看吧。好咯。他不死了吗？啊！为什么要这样笨的？什么嘴呀、啊！我操，很无言。要不要再来玩可以？不能这样啊。打球哦，公园在哪？说你不要去打球。他叫我去公园，我要完成任务，哪看到吗？哪看完成任务有二十块啊？怎么会有二十块啊？看这气枪，虽然没什么很适合。那好啥？要钱的吗？五元。粉红色气球。是粉红色、啊。红色吧，这是咩？这个是粉红色，可以动吗？他自己动了是什么？我动了，他动了。可是他好像……哎呦，好像有点扎扎。你可以先上去嘛。你这么动到很扎扎。那你就到了才射啊？为什么你是拼命射？你有没有线的没？没有啊。四五零四平静加。平静加三十是什么鬼？原来你是一个发一百五十块。去人力去打工了。又是搬砖的一天。啦啦啦啦啦。惨的这个人生，他是一堆。你拿去卖了吗，飞铁？哦，垃圾，可以卖给哦，真的嘞，通常三块左右一公斤，很惨。全部钱都完了就没有了。什么东西完了就没有了？这个人力市场哦，工作哦。还有时间的，你懂吗？你看，完了就没有工作啦！哇，好惊啊！被我跑是什么一回事？饥饿，哦，饿了。哦，又要办公。一个小时你？五个小时让我做这个正好，保安吧。哎。那他就是逼我，哎，可以哎，多少钱？等一下，半个小时30元，一个小时，啊、体力，你需要体力的。我没有吗？你都没有吃饭。Goodbye。没有要有这个。你要有。不具备此技能呐、啊。哦，要加这个。还要加技能点呐、啊。自动。手动。自动就少一点，少九块钱是吗 ？Maybe， 给它自动一下。你讲啊？没有看过啊，如果自动，肯定要做30天哎 ，testing 一下嘛。啊，就这样子自动。我是为了拍给你们看，损失9块。得得得。轻伤，他抽我9块多。今天工作被赞赏了。I know。 哇，这个直接下降，工作结束，万物皆浮云，只要好心情。
哎，这位兄弟，有剧情啊。我手机没电了，能借我8块钱我买个饭吗？啊，借吗？借吧。我看你来这里不止一次了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搬砖吗？我们这边日结工就只招搬砖的。哦，是工长，是这边的工长。还好我借他钱。怎么这样啊？大好像很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你之前都是通过中介来的吧？是的。那你以后就直接来这里干活吧。曹公介绍了，他们问你就说是曹公介绍的。看吧，我的好心有好报呢。以后就不用给中介费了，没事儿，你忙吧。钱下次还你。曹公介绍更好。看关系一下。工地套餐是什么？吃饭吧，饿了。应该是便宜的饭吧，8块钱。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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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看外面是多少钱呢？忧郁，为什么我忧郁？因为你受伤了。今天能住，千万不能睡大街。我们有任务的、啊，自己自由活动。等一下你就被车撞死哦，直接睡在马路喽。好贵啊！你还没有还钱呢，你什么时候还钱？工作时佩戴纸装备，每小时回复一点心态值。如果是危险工作，则增加受伤概率。听什么歌？是这样的。外卖员基础加5%，哎，这种好像不错哎。受伤概率，我好像需要这个。嗯。我轻伤了耶，医院在哪里？我在这么远啊。医院在这里。诊所。不会要算命哦。看我到没有啊？没有去医院呢，死罢了。啊，完了，我要先找住的了。跳河比较快一点呢、啊。可以跳啊，小姐。啊！我要到、啊。你说你不要摸流浪狗。摸你的头没有时间啊。你没有摸摸流浪狗。我先去诊所吧，要不。本马服装。里面干净的，让我妈也不开诊所，干净吗？没有啊，来吃饭呢。我受伤了，30元，一包茶。包扎还不可以跑，哇，这个扣我钱还不可以跑，他包扎还有一点时间。为什么你要跑去酒店？你要住了吗？不然你要睡马路啊，你都没有钱。你有钱没？我还有可休息的角落是什么、这个、啊，是九点，我这是休息一下，我一定要找住处啊。那、明天是看不住会讲啊，20块，恢复个人卫生，这个还可以对衣物进行清理，20块。哎呦，好恐啊！这就是 nobody 的一生呐、啊。很惨哦。有瞬移的，你不会倒在飞啊？是吗？哦，真的嘞。2元。喂。万物都是钱呐、啊。你走过去，你就浪费2元了。回收物品啊！哦、哎呀，队友应该去那边。还钱了！游戏失败，我没有钱，还了，还了。还500。哎。得令。入夜中就没有得玩了。很可爱这个。啊，来到城市13天，情绪正常，心态积极。看你们的默契啊！哇。